郭榮鏗由一個濫權霸住個主席台喺度冇權主持會議嘅人咧，走去主持會議，竟然話香港仲係有規有矩嘅地方。你哋公民黨嘅人真係以為你哋無恥就無敵啊？離曬大譜！你而家究竟喺度做緊啲乜嘢？你淨係有權主持選舉主席同埋副主席，你冇權做緊你而家做緊嘅嘢。我而家同你講嘢，我都覺得多餘啊！你根本就唔應該坐喺呢個位置，你而家應該即刻落台，讓翻個位俾阿李慧瓊去主持主席。你而家呢三封信唔係俾你㗎，你有冇面皮再厚啲啊？呢三封信寫明俾內委會委員、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瓊議員，你係咪李慧瓊啊？你連男女都唔識分啊！你唔係李慧瓊，你而家就落翻嚟俾翻個位李慧瓊去主持會議。你如果要繼續坐喺度咧，你就即刻進入選舉程序去主持選主席嘅議程。你淨可以做呢樣嘢嘅啫，郭榮鏗，你冇權做第二樣嘢嘅。好嘢。